垃圾变黄金这个字，其实就是要去做教育，给每个大德和志工知道什么可以回收。学到怎样做环保，然后环保不可以乱乱做，然后要少用塑料袋，让他们对环保的意识加强啊，把环保落实在生活。环保应该说人人都应该做，因为我们现在地球都面临那些啊温室效应啊，那些冰山都融化了。环保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，不一样的东西，就不要的东西就可以拿去做可以用的东西。做环保要就全部人一起做，一个人也是做不完的。